大家好，我是那名带着孩子送餐的外卖小哥。我呢是2019年的5月份，因为种种原因嘛，就开始决定带着飞儿送外卖，一直到现在。一路上走来确实有太多的心酸，太多的感动。现在呢飞儿也慢慢的长大了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肯定会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就是那个拉肚子，就是我送餐的过程中吧，有一次是直接拉了，拉成尿不湿，里面找地方给他洗洗，然后使劲找不着，使劲找不着。然后呢，我手上当时还有外卖，就很着急，就是当时就觉得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觉得这个愧对女儿吧。我自己也不太适应，就是我只抱着飞儿去哪，人家都会投出来就是那种异样的眼光，就是自己的嘛，就是觉得就成为了一个焦点，就那种不愿意跟被别人来询问，就是你怎么带着孩子送外卖，孩子妈妈呢，家里老人呢，不想被别人来问这些事情。孩子穿过的旧衣服，但我不能要你们的新衣服。你们穿的旧衣服给我们穿，我们觉得特别的心安。但是你们如果给我孩子买新的话，我们就是不愿意，因为就是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种让别人施舍的地步。就是7000-8000，我们三个人还不足10平方的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吃喝拉撒都在这一个房间里面。房租也很便宜，3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。然后呢，就是简单，很简单，很幸福。我就觉得吧，有老婆的陪伴，有我回到中午回到家有饭吃，晚上回到家有饭吃。然后呢，就是孩子嘛又那么听话，那么可爱。我觉得幸福其实很简单，也没有需要太多的金钱的支撑。